2023年国泰人寿在第10届保险卓越奖创下奖项全垒打纪录啦！两年一次的保险卓越奖，公正客观的选出优质的保险公司，更是业界自我检视的好机会。一起来看国泰人寿如何创下卓越的成绩吧！我们如何培养人才团队呢？在数位浪潮下，人才转型势在必行。我们运用扎实的培训，培育出全方位组织人才，培养敏捷思维。此外，透过我们的 MDRT 大使团队，发挥自身专业知识，协助37家机构、学校提升金融素养，实践普惠金融、